Hello， 大家好啊，这里是 Gobo， 今天呢要来抽11月的神秘符咒画法啦。那这次的画法会比较难一点，画爱心的符号。这边呢画一次给大家看看。这样就能成功触发啦。那这次的千年之手活动也打了1428万积分啦，不晓得大家都打多少分呢？边来开一个召唤卷作为结束吧。会是什么呢？结果开到了血童子。那这次的11月神秘符咒图案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也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